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师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，聪明。佳呀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 师徒要当龙虎武士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！漂亮，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我怕他真踢的。你死定！比心。等等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